大家好，我是 Josh。 那这礼拜呢，这首歌是来自 Israel Houghton 的 You Are Good。 那这首歌其实在教会的乐手界音乐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它是2001年的时候出版，所以这首歌已经快要20岁了。然后它的歌就是出了名的，我要怎么讲，其实就是 full band， 然后乐器塞得满满满，然后还有合唱团，就是极尽所能的，不能说浮夸，极尽所能丰富的整个十个音乐。那小时候那时候学鼓才刚起步嘛，听到这种歌就觉得天哪，那是怎么打出来的？为什么脚可以那样踩？为什么鼓我们可以那样打？不是很懂。其实真的是到了最近这两三年才慢慢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才开始可以慢慢听懂他的音乐里面在鼓上面所用的这些技巧跟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真的是跟基础的技术，你要说 rudiment 也好，或者是说 fundamental，有直接的关系哦。当这些打击的基础概念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即便听到很炫的东西，还是无法理解它是怎么办到的，除非你听过，除非有人跟你解释过。所以呢 ，Kid Cover 这首歌也是完成了我梦想清单中的其中一项。其实他的歌还有很多首很难去驾驭，很难去诠释。另外一首还有一首是Jesus the Same， 我想我应该之后也会找时间来挑战这首歌。讲到这边呢，其实都是技巧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学音乐的人啊，就习惯会去分析说这首歌编曲编排怎么样，做了多少的层次，它的动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习惯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敬拜本身呢，其实是不需要音乐的。既然这些都是诗歌音乐、福音音乐，必然它跟敬拜会有直接的关系。那有人会觉得说，哦，那你既然说敬拜不需要音乐，那我们又弄了那么多音乐，学了那么多技巧，要干什么？之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慢慢的聊这些事情，关于敬拜啊，关于音乐啊。有任何建议，有任何问题，欢迎你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见。